啊，尊敬的陈校长，啊，诸位，啊，传统文化的同道，大家吉祥，阿弥陀佛。阿弥陀佛。啊，我们昨天谈到啊，啊，整个教育的系统啊，啊，是近代啊，西方。 知识技能的系统啊，其实我们现在面对当前的现实啊，啊，都有一种挑战啊，因为啊，问题都是、啊、冰冻三尺，非一日之寒。 只要我们想为下一代努力，我们想为这个社会努力呀、啊，都有现实的考验跟挑战。啊，举个例子啊，我有朋友想要啊，让人吃到健康的食物。 啊，他要做有机农耕呢、啊，这个善愿很可贵啊！啊，他真正去做了，哇，土壤污染了、啊，水源污染了、啊，空气啊，这些都有挑战哦。啊，因为传统文化呢。 已经忽略了几代人了啊！我们现在要把它振兴啊，都不能操之过急，都得要循序渐进啊。所以师长说要三到五代人锲而不舍来做啊，谁想很快的把传统文化复兴啊，会造无量无边的罪业。 啊，因为这一个要赶快的心呢、啊，就会是错误的存心的、啊。勿欲速，勿见小利。啊，欲速则不达。啊，想要立竿见影的效果、啊，则大事不成了、啊。啊，闽南话说的，假近的，弄破万。 那虽然我们遇到的挑战会多啊，啊，但事事是好事啊！啊，借彼磨脑，坚我愿力啊！啊，一切法都得修忍辱啊，才能成啊。啊，所以只要降猛啊，不怕贼强啊！ 啊，尤其李炳仁老师给我们鼓励呀、啊，啊，困难越大，啊，功德越大，啊，欢迎困难，啊，欢迎困难，啊，老人家用了两次哈、啊，欢迎困难，啊，在印光祖师的教导里面。 他已经洞察到西风东进了，啊，这种教育的体系呀、啊，以知识技能为主的，这已经很难把它扭转过来了，啊，所以应主特别强调，孩子到体制内读书之前。 伦理道德因果的根基啊，一定要扎下去啊！啊，尤其是因果教育啊，所以祖师这一段教诲，对于我们为人父母长辈的啊，一定要护好啊，孩子在学龄前的扎根啊，而且我们一心为这个孩子。 啊，会得佛菩萨祖先加持，有可能他会去遇到重视传统文化的老师啊，不管在小学还是中学，甚至是大学，人生的际遇啊，都是招感感应，我们的心是能感，所感的是境界，啊，就像师长。 有悲天悯人的胸怀，他就可以感得三个这么好的老师来教他，啊，都不是偶然的，而且我们要很有信心呢，啊，传统文化管用啊，啊，只要孩子有扎下了伦理道德因果的根基了。 哪怕他是在体制内的因缘，啊，我们又有整个家庭的环境让他熏习传统文化，啊，又有我们的身教去带动，啊，他所遇到不管是在学校里面啊，或者是生活当中的这些境缘，我们都可以随缘给他机会教育、机会的引导。 啊，这个孩子的缘分呢、啊？那跟一般的人就很不一样了。哎，他懂得孝道了，他懂得替人想了，他是有福报的人了、啊。福田心根啊，我们不要乱操心了啊！啊，那个一操心啊，负能量，对自己对孩子没帮助。 给予他信任的力量，啊，相信不管他之后在哪一个行业，啊，他有孝心爱心，啊，一定会做好他那个行业的服务，他也会是各行业的佼佼者，啊，承德是有这个信心，啊，因为我所接触。 也有不少领域啊，包含企业界的啊，这些老板现在要培养一个年轻人啊，他做人做事你不用操心的都不容易找啊。我们有一个同仁啊，他的孩子才大学毕业。 啊，那父母对传统文化这一块是重视的，哎，结果孩子一毕业，啊，去实习，去工作，啊，因为态度啊很认真，啊结果他们是这种工业方面的工作，啊，哎，例行的检查他还提早去检查。 啊，他不把东工作当应付应付的，他很认真对待。啊，结果居然被他发现问题啊！啊，那个事件是很可能造成他这个公司人员的伤亡，结果被他化解了。啊，又有一次赶着出货，机器坏了，要被他修好了。啊，所以公司领导。 很重用他啊，还给他加薪呢啊！结果居然加了薪之后呢，薪水还比他爸多了啊！我 <laughs> 才刚出来工作而已你说这样的孩子，你还要担心他以后没有发展？那我们不是自寻烦恼吗？ 那你给他扎这个根基呢，说不定他人生锻炼到一定程度了，他还专门出来弘扬文化，也说不定哦。哦，我们也是经过一些社会的锻炼，体会到啊，传统文化的弘扬刻不容缓，我们才全身心来做这个事啊。啊，也是因为去教小学看到。 一年不如一年的状况，哦哦，那当然，啊，不管孩子的缘分怎么样，啊，我们只要安住当下，啊，去做好我们的身教、言教，啊，包含经营好我们的敬教，嗯，啊，那这个孩子真的有缘，啊，可以走一条龙。 啊，专学汉学的路啊，啊，我相信这佛菩萨祖先呢、啊，都会去加持安排。啊，他们开的会啊，比我们还多呢啊，<laughs> 虽然看不到啊。好，好，那我们昨天谈到啊，一门深入啊，啊，这个学习是很重要的啊。 啊，因为教之道贵专，好啊，那一承德自己啊啊，自己感觉啊，自己蛮幸运的啊，一接触传统文化，就是跟着师长学习啊，学了五年左右啊啊，刚好有机会。 啊，到了啊，海南省海口啊，跟大众啊交流传统文化，好，那就是交流啊，师长所强调的《弟子规》啊，因为毕竟啊，在当下的时节因缘啊，其他啊佛家的经典呢啊，在教育部门呢。 不是因缘成熟的状况哈，所以就是以这个《弟子规》为主。那承德自己就是一门深入《弟子规啊》啊，啊，有一种感受是什么？因为一直专注在《弟子规》，我看到哪个人，哎，跟《弟子规》有关、啊；看到哪件事跟《弟子规》有关；啊，遇到什么物。 哎，看看到一棵树，哎，跟《弟子规》有关啊、哦，我印象很深刻。啊、哦，那时候真的处于这种状态啊、哦。比方说，看到有一个妈妈带着小朋友在吃甘蔗、哦，那这个妈妈呢，往右边吐了一口，那个孩子往左边吐了一口，结果呢，就留下了一个风景啊，两呵呵两排甘蔗渣。 哎，这个跟《弟子规》有没有关系呀、啊？哦 <laughs>，你看这个父母的身教的影响。哦，哎，真的啊、哦！你专注在一部经的时候啊，你一切人事物都是都是让你在深入这一部经啊，包含你去听别人讲经，他可能跟你不一样，可是不管他讲哪一部经。 就变成帮助你深入这一部经，因为每一部经教的都没有离开五轮五常四维八德。啊，那佛教的经呢，还是五轮五常四维八德，它只是什么，在进一步变离相啊，不要有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。 啊，他离一切相，还是修一切善呢、啊？还是五伦五常四维八德？啊，他就出世间了，出轮回了。因为不离相，行善，哎，轮回的福报、善报，啊，还是没有出轮回哦。啊，所以大臣的法印，啊，诸恶莫作。 众善奉行啊，第三句很重要，自净其意呀，啊，是清净心，是无助啊，无所求的去行善，啊，一有所求了，那就是轮回的善业了，啊，那可能走的就是三世愿哦。 啊，第一是修福，第二是享福。啊，我们冷静观察，现在这个社会啊，享福的社会啊，人感不感恩呢、啊？不容易哦。所以第三世他就啊，第二世一想他就造业了。啊，我们不说别的，一个人没有感恩心啊，很难不。 忤逆父母啊，这个罪就不轻了啊！造了业享了福，造了业，第三世就堕下去了啊！佛门叫三世怨的，就很，走的是很冤枉了。哦，哦，那都是讲五伦五常、四为八德。 呃，所以哪怕我们啊一个弘法的 team 团队，每个人讲的经不一样，但是还是主办圆融啊，主是我自己现在这一步要深入的经啊啊，大家互相切磋啊啊，互相互念呢啊，这一位啊这个同仁在练讲。 我也做影响众啊，护念他，给他宝贵的意见呢、啊。但是我所听的就可以融到我这一部经来。啊，康熙皇帝好像有说过，讲论得之最数。啊，我们很恭敬去听人家啊的课啊。 他台上讲一个小时啊，他台下要准备多久啊？可能要几十倍都说不定了啊！可是我们很认真听啊，就把他的精华给吸收了、纳受了啊，这讲论得之最数。啊。 思虑得之最深，啊、oh,，我们懂得去正思维，啊、oh,，你学而不思则罔啊，啊，懂得思维，啊，哎，这个教理怎么落实在生活、工作、处事、待人接物，啊，哎，人家这个理事的圆融，啊，内行人看门道啊。 啊，这思虑得之最深，啊，力行得之最实。啊，哎，我们真正听懂的去做，啊，体行相应了，这个学到的东西就很扎实了。啊，首先会有法喜了。啊，学而时习之，这个习就是力行了。啊，就不亦乐乎了。 哦，那因为就跟着师长一个老师啊，五六年，哎，去去到海口，哎，也接触到不少家长，甚至各个行业的人，啊，哎，人家会跟我们探讨问题呀，哎，无形当中形成一个习惯啊，跟人家交流也好。 啊，或者人家问问题也好，很自然的先提起，哎，师长是怎么教的？啊，所以跟着一个老师有这个好处啊，啊，老师整个思想观念啊，他思他的整个啊教学的理念体系。 甚至回答人家问题，啊，他的方法，他的善巧在哪？啊，我们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吸收了。可是因为一直熏熏那么多年了，啊，而我们也放下了以前的想法看法了，啊，因为师长说三个条件，以前所学一概不承认了，以前的东西要放下了。 啊，所以以前的啊，像陈德是蛮舍得的。为什么啊？我以前烦恼那么多啊啊，姐姐都变妹妹了啊，这代表我烦恼很多嘛？那更不要留他了啊，所以把他 delete 了啊。遇到师长怎么样？update 啊，一有时间就听经啊。嗯 <laughs>、哎。 所以，人家问问题很自然的，师长的教诲会,会浮出来。哦，包含因为深入一部《弟子规》了。那后来刚好师长又说：“哎，文言文很重要啊！”大家看得出来，我比较容易激动啊。啊，师长在那里一强调，我就忍不住了。啊，我学习讲。 哦，就有挑了这个古文啊，哎，依据什么挑呢？孝悌忠信，礼义廉耻。好，我们不是为了说讲文章而讲文章，啊，是为了把五伦八德弘扬来讲这个文章。哦，后来又过了一段时间，啊，师长说群书治要很重要，啊，我又激动了哈。啊 好，又领了这个任务啊，跟大众一起学习了，啊，那就是因为自己前面有几年呢、啊，深入《弟子规》这一部经，啊，在后面的这些教学任务啊，其实它都是相通的，都没有离开五伦八德。 好，那我们在一切境界、啊、都用五伦八德来关照，啊，来不想法言行跟五伦八德不相应，我们就要把它放下，啊，我们放的越多啊，我们的心就越清净了，啊，我们的真诚慈悲啊，也越提得起来了。 啊，所以学问之道无他，啊，求其放心而已。啊，把我们的迷失真心啊找回来。啊，只要我们肯放下，啊，尤其师长最强调的，放下自私自利，啊，放下名闻利养，啊，放下五欲六尘，放下贪嗔痴慢，啊，这些习气。 啊，所以古人的学习理念，一门深入，长时熏修而且这个熏修还不能断哦，还要持续哦。啊，《华严经》说如钻燧取火啊，我们钻木取火啊，得要钻到火出来，钻着钻着歇一下，前面钻的都凉了。 那就没有钻出来的一天，啊，所以不能间断熏习，啊，而且有自知之明啊，古人三日不读书面目可憎呢，我们可能撑不了三天，啊，而说实在的，啊，真肯听，真肯照做啊，解行一相应，啊，我们的心境有提升呢，就会有法喜。 而且世味哪有法味浓？啊，世间人的快乐啊，其实是刺激，是外面来刺激的。他只是烦恼痛苦暂时不去想它，他就觉得这样叫快乐了。可是实实在在讲，烦恼痛苦就好像病一样。 病，你越早治越好治。啊，你现在哎呀，我不去想它了，那那个问题就拖得很久，拖越久越难处理。啊，所以师长提到了，真正的快乐不是外面吃激来，从内而外。啊，所以孟子的三乐。 都是从内而外，啊，天伦之乐，啊，父母俱存，兄弟无故，啊，在父母需要我们的时候，我们能够尽到心力呀，事后都会觉得，哎呀，很踏实啊，很没有遗憾的，啊，那养不愧于天，抚不作于人呢？ 这良心的快乐啊！吃什么？啊啊，吃麻麻香啊啊！其实人生真正的快乐，其中有一条，好吃好睡啊,啊！现在的吃也有点吃不下，睡觉还要吃安眠药，啊、这个就很辛苦了。啊，还有得天下英才而教之。 这都是从内而外的喜悦啊，包含助人为乐啊，还有成长、学习的快乐啊，真的尝到了啊，欲罢不能。好，那一部经，一部论，你专攻它。 你一生专攻它，我们相信十年你就成为这部经论的专家。啊、这十年磨一剑呢、啊。啊，若要功夫深啊，啊，铁杵磨成绣花针，都要下滴水穿石的功夫。 而且真下这种决心啊，必得佛菩萨祖先的加持护佑，这感应是绝对的啊！陈德常说啊，现在发心弘扬传统文化啊，那是圣贤佛菩萨的独生子女呀、啊，啊，他们的智慧会加持我们。 他们的福报会给我们用啊，啊，让我们来成就殊胜的法缘，啊，来利益苍生呢、啊。那今天学佛没有老师了，啊，老师在哪里？一门深入，常识熏修，啊，就是老师。 这里提到啊，学佛没有老师啊，啊，我们从客观的因缘来讲呢，啊，要成就一位啊名师啊，啊，是修行的过来人啊，他很可能要从胎教就开始学。 哦，记得曾师长曾经说过，重视胎教可以出圣人；重视三岁以前的教育可以出贤人。这都是时界因缘了。啊，三岁以后才学呀，啊，可以学成君子啊，算很可贵了。 那因为师长老人家是传统文化的最后一代了，啊，他的弟弟小他六岁就没有他的姻缘了，啊，就是从国民小学开始学的了，好，我们相信，我们继续努力，会有很多的孩子。 是从胎教开始的了，啊，我们这个铺路石、垫脚石啊，就做成功了，所以在这个特殊的两三代人，啊，师长很慈悲啊，说老师在哪，一门深入，常识熏修，啊，当然，很可能还是有。 真正的明师善知识，那也要我们的真诚恭敬啊，能感召到。啊尤其现在呀、啊，还有科技的帮忙所以我们啊，要学习师长的教诲啊，当下就可以学啊，我们就可以。 上网啊，我们那么多啊团队啊，他们的网站呢啊，师长老人家的教诲都很具备，我们都可以深入啊啊！这里师长还提到了古人讲的“读书千遍，其义自见”，啊，“其义自现”呢。 这个奇异自现呢，就是开悟了啊，意识啊就懂了啊。一千遍是什么？把你的心定下来啊，不是叫你背诵啊，是修禅定啊，把。 啊，我们的妄念呢，毒掉了。好，你的心呢，定在这上面。啊，因为啊，儒释道啊的教学呢，都没有离开戒定慧啊三学。啊，这个是一个标准哦，跟戒定慧相应的是正法。 跟界定会不相应，那是邪的哦。那我们遵守老祖宗传承的这些理念啊，学习方法这就是持戒了啊。那真的这样去做了，心定下来了啊，定到一定程度啊，就开会了。 啊，所以为什么我们传统的教学法，孩子以读诵经典为主，就是修禅定了。啊，孩子，你不让他读经他也会去背很多东西呀。啊，陈德小的时候，那看广告也很会背啊，但是说背到这些东西去了，就很可惜了。 哦，oh, 我们要了解每个东西都有一个磁场了。啊、oh,，我们进到一个专门杀猪的房间，啊、oh,，跟进到一个每天念佛的房间，磁场一不一样？哦、oh,，那差很多了。啊、oh,，同样的，哦、oh,，我们在背一个广告，甚至还带一点开玩笑。 跟我们在读诵四书五经、读诵大乘经典，那个对孩子身心的影响差别很大。啊啊，就像《无量寿经》说“身贯顶阶”啊，把《无量寿经》读一遍啊，十方诸佛加持一遍啊，所以这个读经。 对一个小孩身心的益处啊，太大了。所以为什么以前这个十七八岁就是个小大人，可以做县长了？他有定啊，定他有智慧啊，遇到人事物，他不会乱，他能判断。 所以这个方法，哎，一千遍了、啊，把心定下来，啊，定到妄念没了，哎，他就开悟了，啊，这是智慧呀、啊，智慧是从自性流出的，啊，所以孩子是先求清净心，求定，啊，然后。 才给他讲解经典，啊，哎，他一听，他就领悟了，啊，是先求根本智，再求后得智，啊，这个也是善财童子的表法，啊，他根本智的时候就是一个老师，文殊菩萨，啊，他得了根本质了，接着下来是后得质五十三餐，啊，接触。 有一个人世境缘，他就提升了啊，增长智慧，增长人生的阅历呀、啊。啊，所以这个次第我们要看得懂，哎啊，不然现在年轻人一学佛哇跑好几个道场啊，那听都听乱了。 啊，善财东子表的法是一个老师啊，啊，哎，年轻人真的跟这个道场有缘呢、啊，我们要珍惜哎年轻人的善根呢、啊，啊，最好能够啊有修学得力的人呢、啊、负责护念他，道场是成就人的、啊。 道场不是只有用人啊，用每个人来付出而已啊。道场是修道啊，让每一个人来这里做事当中修行啊，提升他的境界啊，互念每个人立誓练心呢、啊。 陈德自己也常常要提醒自己啊，啊，毕竟我两三岁就到大大城市了，在高雄市了，成长的环境啊，功利主义也不少啊，自己也受染污啊，啊，哎，所以跟有缘的同仁在一起了。 也问问自己啊，我们是不是把人家当工具用啊？还是真正要成就他的道业呀？啊，君子喻于义呀，我们是要结这一份道义的缘呢。啊，小人喻于利呀，啊，不能把人当工具而已啊。啊，因为我们假如不护念他的道业。 他在人世境缘当中，传统文化、佛法用不上，他烦恼一定越来越多了。我们又没有关注到他的状态，最后他一定是离开的。啊，离开可能又带着误会了，甚至于丧失信心了、啊。那道场是要护念人的道业的，最后变成让人家丧失信心，这也不是我们愿意看到的。 啊，承德在走这条路啊，也是提醒自己啊，不求有功啊，但求无过啊。啊，希望啊，我们跟啊每一个有缘的同仁啊，或者是晚辈啊，都是结殊胜的法缘啊，殊胜的啊，往生西方的。 法卷的缘呢？啊，那我们了解到，啊，都是走戒定慧的路，啊，都是先求清净心。我们这个理明白了，我们就肯怎么样照做。啊，现在人理没有真正很清楚啊，要让他做不容易啊。 啊，那我们自己清楚了，我们才会很有决心的去护念学生、护念孩子，因为毕竟现在能认知啊这些重要的教学理念的人不多啊，所以陈德也遇过啊，为人父母啊，护持孩子，遵循老祖宗的教诲来。 学习传统文化的，哇，真的那个走过来十几年的路啊，啊，也是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呀，啊，那个家人呢、啊，很多不认可啊，那个压力都压在父母的身上啊，啊、哦，有时候孩子也不一定能理解他，啊、哦，但是没有关系啊、哦。 困难越大，功德越大。啊啊！刚刚还跟大家交流到，事事是,是好事啊啊！困难越大，啊，转个念头，老天爷很瞧得起我啊，才给我这么困难啊！因为孟子说的“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”嘛。 啊，有时候也要跟自己幽默幽默哈，啊，这样会心一笑，转个念就过去了。其实天大的难呢、啊，就是个念头转不过而已，啊，也没有那么严重，因为境界本身没有障碍，境界没有问题。 问题在我们的心念啊，我们有分别执着，它才有障碍；我们没有分别执着，那是事事无碍了。啊，理上绝对是这样啊，我们世上能真的啊放得下分别执着，那真是每一件事啊都是一个法缘呢。 我们都可以随缘妙用啊！就像不少人接触传统文化、接触政法，都是家里出了什么事啊？因为现在的社会太忙碌了啊，每天都是为了生计。 一天一天，啊，像机器一样转呢、啊，都没停下脚步。啊，往往都是遇到一个比较重大的事，才来思考人生呢。啊，哎，只要我们是正向的，是觉悟的，哎，有可能啊，家里谁生病了，啊，我们开始啊，认真对待。 然后用佛法啊来扭转啊所面临的这个问题，哎，结果转化的很好，改善的很快，哎，让全家人对佛法都有信心了。那这件事也不是坏事了。啊，其实深信因果啊，就没有一件事是坏事了。 所有的事都没离开这两个字啊！印光祖师说的，从理上讲不离心性二字，从事上讲不离因果。哎，我今天被人家欺负了，我也不会觉得是坏事啊，因为把我预知前世因啊，今生受者事啊，我把这个账了了。 啊，无债一身轻啊！啊，我假如心量再大一点，啊，他他来给我讨债，恶意对我，啊，我不止不生气，啊，我还对他更好，啊，那我再还完了，还继续对他好，就转成法缘了，啊，他可能就觉得，哎，我这样欺负他，他还对我好。 啊，哎，他的惭愧心可能因为我们的付出啊唤醒了，啊，那可能就跟他结一个法缘了。哦，现在还有这样的人哦，啊，结果一调查啊，原来是听净空老和尚讲经的，啊，那我们就给老和尚脸上贴金了啊。 哦，所以我们师长老人家是学华严的哈，啊，我们跟着他学，效法他，越学越像，啊，事事是好事，啊，事事无碍，啊，转个念，危机就是转机了，烦恼就是菩提了，啊，悲愤呢就转成力量了。 智慧是从自性流出的，而智慧是每一个众生的本有的，啊，所以真能帮助我们解决问题。啊，这个真实的智慧啊，能破一切烦恼了，啊，所以叫金刚般若，啊，啊，金刚能坏一切物啊。 那如果学的太多，学的太杂，通通学的是佛学常识，啊，佛学常识就解决不了自己的问题了，怎么可能解决得了别人的问题呢？啊，就是解决不了问题了。啊，需不需要研究讨论？啊，实在讲，不需要。 啊，你没有悟入佛的境界啊，那么研究讨论呢？是你在那里妄想执着啊！没有开悟的人有什么资格研究讨论？啊啊，开悟了的用不着研究讨论啊！我们曾经也见过。啊。 啊，几个学者在台上，大家都在谈论传统文化。啊，谈到啊，第二个、第三个，哎，跟前面的人呢论起来了，见地不同了。哦。哦，那当然我们还要依重靠重啊。啊，依重靠重呢，最主要。 切磋落实的心得啊！啊，而在切磋当中呢，我们有同样的师承呢，啊，你研究讨论，嗯，我的看法是怎么样？我觉得是怎么样？那讲出来的话都不一定是正知正见的啊，只要。 他讲的不是政治证件了、啊，会不会影响我们？不知不觉哦，我们去书局看看，那个排行榜前几名的是不是政治证件。可是为什么那么多人买？那个买的人有没有说这不是政治证件，我要买？我想他不会这样。可是为什么那么多人买？哎呀，讲的对呀、啊，哎呀，讲的好啊。 他的论点呢、啊，跟他内心的分别之所相应啊！啊、哦，你说现在哪些畅销书很畅行啊？啊，可能批评人的，哇，很多人喜欢看、啊。哦，八卦的，啊，揭人家隐私的，那跟我们。 啊，无始劫轮回的一些轮回习气相应啊，啊，所以我们一起探讨落实的心得啊，啊，甚至探讨哎，师长老人家讲的这些教理啊，我们都有共同的老师，共同的啊，这些语言。 这样来切磋啊，会比较稳妥啊。好、哦，好，哦，那这个在探讨的过程呢，啊，都离不开啊理事的圆融。 啊，我们怕的是什么呢？执理费事了，执事费理了。好像啊，我们一位啊学长啊，他从事教学工作，啊，他也很愿意听经闻法。 啊，他听到师长讲“君亲师”的道理，那他自己在教的过程，他感觉啊，啊，教育孩子这个松跟紧之间呢、啊，该如何拿捏啊？啊，他自己就曾经有过彷徨啊，还有一段失败的经验。 啊，她的个子不高啊，看起来啊是没有杀伤力的啊女老师啊，啊个性也比较啊软弱啊，所以这当老师啊，连个性都要提升了啊，所以我们说行菩萨道啊啊，大家有没有在哪一部经看过？ 哪一尊菩萨有个性啊？零零角角都要磨掉啊，不然会刺伤众生的。啊，不止个性要磨掉啊。我们古人说外圆呐，内要方。啊，个性磨掉以外啊，为了把学生教好。 我们的智慧、德行，包含我们的教学能力，我们都要用心去把它下功夫。那我们的学生就有福了啊！而且这一些都不是别人推我们了啊！我们既然走这条路了，啊，岂能尽如人意啊？啊，但求无愧我心啊！ 也尊重自己选择教书这条路。啊，那他在实习期间看到老师们严格的教导学生的样子，啊，思考着啊，当老师一定要这样子吗？啊，所以在当国小五年级导师的时候，就想使用啊，同理学生的感受。 并和学生沟通的方式，来教育他们。啊，认为只有他们喜欢老师，就会听从老师的话，也一定可以感化他们。那当第一次和学生见面，啊，我告诉学生，这个班就是一个家庭，啊，我们就像一家人，要彼此一起努力。 啊，充满着许多关怀、鼓励的话语，啊，给予学生呢许多希望，啊，当我说完，学生也感到很快乐，啊，一开始还认为师生气氛很融洽，没有给予学生呢过多压力，啊，那时我还自觉这个样子做的是对的，啊，但过了一个月后啊，渐渐发现。 啊，当发布一项规定，学生就有许多意见、声音出现，啊，就遇到很多实际的问题了啊，帮同学换座位，啊，可能学生集体表态不希望坐在哪里，啊，不希望和谁坐，啊啊，让他呢无法执行决策。 啊，班级中也有越来越多问题，层出不穷。好，好，啊，这个有发给大家啊，学习啊，我们学法要很冷静一点啊，不能学一个法就执一个法啊，一直会成病。 所以学法得学的圆融，啊，法跟法之间呢没有冲突，啊，陈德推荐大家学习这个弘一大师格言别录，里面有很多人情事理，啊，有提到先严后宽呢。 啊，那学生会，他留的印象啊是后面的印象。哇，老师很好啊，啊，人念其慧啊，先宽后严呢，啊，人念其酷，觉得他太严酷了啊。所以经营一个班级，甚至家庭啊。 都是要先建立规矩啊！家有家规啊，班也有班规。哦，所以不能考虑到，哎，对他们很好而忽略了建立规矩了。哦。哦，所以他。 啊，越来越觉得自己啊不像老师啊，啊，即使学生说很喜欢我,我，啊，觉得我很温柔，啊，但是自己定的规定啊，都对学生无效，啊，因为学生已经知道老师的底线在哪里，而不愿意听从了、啊啊，啊，当时弟子无法教给他们重要的德行道理，仅作为一个。 陪伴者而已，啊，好，那学校的校长、主任呢，都对他很好，啊，没给他压力，啊啊，告诉啊他啊，他能够陪伴这些孩子毕业就好了，啊但是他却没有办法接受自己当一个老师，不能够教导学生。 啊，仅是每天备课、批改学生的作业而已。啊，哦，所以啊，这一位老师他很有责任心哈，觉得不应该只做到这样。啊啊，应该当一个老师最重要的是帮助孩子长善救失，啊，长孩子的善心，帮助他们改正缺失。 那他这样的状况啊，就达不到了。啊，知道自己无法帮助这群孩子成长，便决定啊离开这个学校。啊，这位老师，他不忘初心啊，他就是为了要真正让孩子长善救失，而不是因自己有一份工作而已啊。 啊，这都是人生的一个关键点哦。啊，陈哲自己回想啊，也有很多个点是自己意跟利的啊一个岔路啊。我在当前这个抉择，我是要考虑道义，还是考虑我自己的利益？ 假如我考虑自己的利益啊，可能这个弘法利生的路啊，就走不到了，啊，一定都会有这种毅力的考验。好，那哦，那这段时期呀、啊，啊、哦，他也有他的这个挣扎哦，所以也是。 度日如年呢，以泪洗面啊！哦，不晓得当老师的尊严在哪里啊？甚至开始怀疑自己适不适合当老师。修行啊，不可能一帆风顺的啊！李炳南老师说，都要经过一番寒彻骨啊，都要大变活人呐。 啊，都要脱好几层皮呀、哦！哦，那他遇到问题啊，会跟父亲啊一起讨论。哦，所以他的父父母也是他最重要的护法啊。哦，那他父亲有提到啊，陈德演讲中啊所谈及啊，身为一位老师，要做之君，做之亲，和做之师。 啊，这里要澄清一下啊，这是老法师教的啊。<laughs> 哦，好、哦，那我们便开始讨论了其中之义理，即该如何运用啊。好、哦，这三个字啊，打开来哇，那个义理很深很广啊。啊，有一次承德在香港啊，跟我们佛的教义。 协会的同仁啊，就讨论这三个字啊，讨论了快快五个小时啊，哦，都还意犹未尽啊，哦，所以不是知识哦，把军心是背起来而已哦，哦这每一个字啊、哦，比方说“君”，以身作则呢，哇，那以身作则要从哪里做？ 一言一行啊，起心动念啊，而且要带头把师长的教诲落实啊，哦，还要能够大公无私呢，啊，在一切境缘要提醒自己不能自私啊、自利啊，哦，还要纳谏。 啊、哦，还要知人善任呢、啊，都是军里面很重要的角色。哦，哦还有亲，还有师，啊、哦，哦，所以他反省到啊，自己在担任老师，只有亲，啊、哦，而且在这个亲当中也太过妇人之仁，啊、哦，没有军的威仪和领导力。 啊，学生才会不尊重师长，啊，随意造次，啊，自己也没有做到师，啊，即使我认为有和孩子沟通、教导孩子道理，但是所谈的却不弃理，亦不弃机，啊，因此无法让学生信服，啊，所以教学相长啊，啊，学而后知不足。 教而后知困，啊，知不足，啊，然后能自反也，啊，知困，啊，我们遇到这个教学的挑战的瓶颈啊，而后能自强也，好，在因缘际会下啊，他重新开始代班，啊，重新调整自己教学的方式。 啊，学习做之君，做之师，啊，慢慢的做的过程呢，了解到君亲师原来要灵活运用，啊，这个赶路很重要啊，传统文化是活学活用啊，不能死搬硬套啊，为什么？因缘变化多端。 甚至于同样一个学生，他每一天的状况会一样吗？那方法不能是死板的了。啊，也就是要在不同的场合、不同的时机，甚至面对不同学生来使用。啊，例如当老师感知到学生今天情绪不稳定、压力大时，啊，那么就要表现轻的一面。 很自然去关心他的情况，安抚他的情绪。啊，如果觉察到学生的心是浮躁散漫的，啊，那么老师就要表现出严肃威仪的态度来面对。啊，这个才能受受学生呢、啊。啊，有时也要给予事实适当的惩处。 让学生知道不能再犯，但是这时啊，老师要有理智，而非情绪化。啊、哦，他总结的非常到位啊、哦，啊，哪怕是处罚，都不是情绪的发泄。啊，啊，也有企业界的朋友问我。 啊，传统文化是不是不能辞退员工？<laughs> 那他已经有困扰了。啊，我们传统文化就是一个爱字，自爱、爱人。啊，假如他知道你不敢辞退他，然后越来越造次。 那我们这个不敢辞退啊，对他有帮助吗？况且、啊，一个家、一个团体一定有规矩，一定有惩处。我们现在还不是君子圣贤哦，哦，一个国家一定有惩处，一个家也是如此啊。你讲了，奖励了。 他的善会增长，啊，你惩罚了他的恶，能够得到遏制，啊，不能一下子拉的太高了，啊，跟现实状况不不相契了，啊啊，所以格言别录说啊，宽厚者，勿使人有所失。 人人家知道你很宽厚了，借你的宽厚乱搞啊！啊，精明者物使人无所容，你不能精明到人家跟你配合工作压力很大。每次要做什么，还要看看你啊！啊，精明啊，不要太外露，才华也不要太外露啊，在无形当中给人家压力了。 啊，所以要有规矩定出来啊，而且我们还是有做到关心他啊，甚至一再的提醒他，就是做之亲，做之私啊。好，那继续犯错，他继续造业，对他没有帮助啊。这个时候你辞退他，然后表达我们这个门呢，随时是开的。 你只要肯把你这一两个问题改掉，我们这个门随时欢迎你进来。我们并没有跟他对立，也没有排斥他。可是这规矩一立下来，他会去改过啊，他会去努力呀、啊。不然，假如我们这个法用错了，没有奖惩了，最后整个组织的内耗非常严重啊。 我们要知道，我们弘法毕竟是大众的支持啊，十方的供养啊，啊，最后时间精力都耗在内耗上，没有把弘护正法的工作做好，那我们也对不起十方的供养了、啊。啊、哦，当然。 有佛法就有办法哈，啊，我们儒释道的圣人讲的很圆满，也都表演给我们看了，啊，包含师长也是讲的做的都很圆满，好，那其中啊，在做师的过程最有挑战，因为要做到因材施教啊。 首先要能深入了解每个孩子，才能对症下药所以做老师真的要下不少苦心呐啊！因此啊，弟子开始慢慢去观察每位孩子的人格特质、说话方式、做事方法及心理状态。 并使用他们听得懂、听得下去的方式来教导他们。啊，甚至有时遇到大人可能觉得没什么，但孩子却特别在意的地方，也要去特别处理。啊，我们不能是站在大人的角度啊，啊，要气他们的鸡，一定是站在小孩的心里，小孩的一个。 角度上去看啊，啊，当军、亲、师三者做足了，学生不会在老师面前放逸造次啊。当老师在教导他们、说明道理时，他们因为信任，也愿意听从、遵守啊。学生也能够知道老师是为了他们好啊，知道老师的心呢是站在他们那里。 啊，因为这个坐之亲呢、啊，关心他们，这个信任就能建立起来。啊，君子信而后见。啊，他们相信我们，我们提醒他们，啊，他们就觉得是替他们着想。好，所以在这一这教学的一年中啊，对军亲师的心得如下。 啊，君道所重领导，行之以法。啊，他把这个情理法哈跟这个军亲师啊，融在一起了。啊，这个领悟也很可贵哈。哎，我今天也学到了哈。啊，因为之前我没有这样结合。啊。 哦，那当然，一里面有三，三里面有一。哦，所谓军令如山，号令严明，啊，赏善罚恶，啊，让学生生敬畏心。啊，师道所重，教导行之以礼，啊，所谓长善救师，因材施教，弃礼弃机。 啊，生尊敬心，啊，亲道所重仁慈，行之以情，啊，所谓拔苦与乐，有情有义，啊，学生呢，生感恩心，啊，啊，那这个领悟啊，非常可贵啊，也可以供大家在教学。 工作当中啊的一个参考啊，啊，这个就是同参道友的好处了啊，嗯，好，那目前还有许多不足之处，现在也依然在学习如何当老师啊，但想特别将之前的经验提出来分享的第一个原因是啊，自己生性害羞。 啊，当法师说修行就是要把不敢的事突破，啊，因此啊，想自己一开始失败到现在可以带一个班级的经验做法布施，啊，功德无量啊，诸供养中啊，法供养为最，啊，第二个原因啊，自己智慧不足，在听。 讲演中啊，要离文字相，一意不一语，实需功夫啊。因弟子发现自己依然会听到某个片段啊，如谈到要关心孩子、肯定鼓励孩子，而就会会错意啊，不分情况时机而完全不指责、不适时处罚孩子。 啊，让孩子变得放逸、不尊重长辈，啊，又或者听到“严师出高徒”，则觉得教育就要非常严厉、严格，不能对孩子好，可能因此就让学生十分有压力。啊，所以我们子礼啊，废了事啊，用出来就会有情况了。啊，所以理事是要圆融的哈。 这些情况啊，都是我们修学的必经之路啊，《论语》里面啊，学生问孔子：“师与商也俗欲。啊，孔子说：“师也过，商也不及。啊”啊，结果这个学生说：“男人。” 然则失欲于啊，就是这个失是不是比较高？它是过嘛？孔子说过犹不及啊，所以我们在菩提道上，我们行的是中道啊，有可能从这一个极端呢、啊，又调到另一个极端。好，本来管得很严，最后说好，我都不管了。好，我我们时时要发觉哈、啊。 啊，要要寻中道，啊，而且要观心为要，自己这颗心有没有带情绪呀、啊？要冷静啊，啊才能应激呀、啊，啊，一有情绪了，要不太过，要不不急了、啊。 啊，所以教育孩子应要像，啊，课程当中说的，做到君亲师三者不能偏废，三方面缺一不可。啊，使用的时机也要看每位孩子的情况而有所不同。啊，最重要的是能够察觉孩子心的状态。好，所以经典那每一句话。 我们要用心去体会啊，知其心，然后可以救其失。啊，知其心，然后可以长其善。啊，知其心，才可以顺势而为。哦，那当老师更要能时时反省自己，不断学习。 不断改正自己的错误，啊，当自己更加成长，心更稳定，也才能带领孩子成长。哦，他这个心得很可贵啊！啊，心生种种法生呢、啊，所以一个老师的状态很重要呵呵。他每一句言语跟行为都是从他的心流出来的。 他更提升了，他的情绪更稳定了，他孩子就教的越好。啊，所以这个学校的领导啊，也要关注到老师的家庭状况啊。他假如家庭很多问题没有处理好，你说他到学校会把学生教好？啊，这个 I can't believe it。 哦，这个我不相信啊！哦，所以也不能把老师当工具，哎，他来上班就好了，其他的我不管了。呃、哎，当领导的也是大家长，呵爱护每一个同仁啊，啊、哦，也是做之君，做之亲，啊、哦，做之师。 好啊，那谢谢啊这一位学长的心得啊啊哎，这个我们刚刚也一起啊切磋探讨了啊，就是我们去落实可以谈出来啊，我们是怎么落实在生活、工作、处事待人啊？因为当局者迷啊。 旁观者清啊，这善有为啊就有这个好处。好，那啊，之前呢，刚好啊，有讨论一些事啊，比方说教育是合力。 啊，那合力的意思是不是说越多人来教越有力量啊？哦，那这个不能解偏哦。它虽然是合力，但是要见合同觉的人一起来配合呵呵。哦，你不能听了合力了就执着在这个合字了，那是子理费了事了。 啊，他要见和同解。我们看在家庭里面，假如阿嬷跟妈妈见解不同，好不好教啊？哇，那就麻烦了，家里常常要闹革命啊。所以我们老一辈的也要知道这个分寸哦。还合力之外，还要什么主办圆融。 在家庭里教孩子，谁是主啊？爸爸妈妈、爷爷奶奶是伴，这也是人情事理啊。好，哎，你所有的亲戚都是伴，啊，都要配合他的父母来教他，不然会越帮越忙哦。 啊，所以华严的主办元龙在哪？就在我们每一个静缘了，每一个家庭里呀、啊，每一个团体里呀、啊。好、哦，哎，今天假如这个孩子啊，常常给他妈妈说：“陈德华是给我说什么？”陈德华是给我说什么？然后他爸爸妈妈都不知道我，我常常在找他，那我也是不懂事啊。 哦，我要去护念人家的孩子，我首先也要跟人家的父母打一个招呼啊，啊，甚至我今天跟他聊什么了，啊，我也简要的，啊，发个短信啊，啊，打个电话给他父母知道啊，哎，人家会感觉到我们很尊重他们的教育权啊。哦，像有一次我遇到一个单位啊的职工，啊，他刚好跟我。 有一段时间在一起，我也跟他聊了修行修学呀、啊。哎，那一天我就打给他的领导啊，因为他的领导是每天在带他修学的。哎，我今天跟他讲什么？当然，我也首先赞叹他。哦，你你的下属说啊，你对他有什么帮助啊？啊，我们一赞叹，人家就很欢喜啊。 啊、哦，那把跟他谈的啊，告诉他的领导，他的领导有被尊重的感觉。啊、哦，进退都要有分寸啊。啊，承德当时候在庐江负责。啊、哦，我们有同仁，哎，他拿了一套光碟。 然后就到处啊发给其他的同仁，那教学是我负责的，啊，底下在在一直在传哪一个观点，我都不知道。哦，所以他假如懂的话，他应该是先拿给我，因为我在护念大家的嘛。啊，他觉得我讲的太好了。 因为那个讲课的人啊，我认识啊，啊，他见到我第一个动作啊，就要跟我拍照，啊，没见过的人一见到就要跟我拍照，我就有点吓到了。哦，我们都是老法师的学生，好不容易见面了，应该大家互相切磋一下道义怎么第一个动作就拉着我的手了？ 要跟我拍照了，太好名了。好名的人一讲课啊，他要展现他自己啊，哇，都讲的自己很厉害，啊，大家一听很激动啊。啊，所以在团体里面，应对进退啊，要有分寸，要尊重、直视。 尊重负责的人，啊，哪怕你是到厨房去，厨房也有负责的人啊，啊，哪怕你要提一些意见，你也要提给那个负责的人，尊重人家，啊，不然你去的好心给人家做做事都给搞搞乱掉了，还还在那里这个指挥。 啊，这个都是变成进退啊，没有拿捏好自己的分寸，没有清楚自己的角色了。啊，所以李炳南老师说，不懂人情，不懂事理啊，是书呆子啊，啊会伤天害理。啊，所以我们儒家的基础啊。 真的还要学常理举要啊！这个我们李师公啊，曾经有宣讲啊，包含沉船儒学啊，我们徐醒我们老师都有讲啊啊，这两位善知识的教诲，我们能够啊去深入啊，这个常理举要啊，就能把它学好。 啊，我们看施工也是用心良苦，啊，因为治理作啊，应该是政府做的事情，但是毕竟还没做，他老人家也是尽他的一份苦心呢，编出来了，哎，编得非常精辟，啊，里面也讲到很很多进退的分寸呢。 啊！绝交不出恶语啊！啊！交浅不可言深呐。啊！家丑不可外扬，这些我们没有懂得啊，分寸就会错了，甚至会自取其辱了。你家丑外扬啊，赶来的就是自取其辱了，给人家看笑话了。 那世尊当年在世啊，这是我们在经典上看到的啊。学生听经的人可以提出问题，世尊解答啊。没有看到啊，有研究讨论的啊。许许多多经上都是世尊给学生一问一答啊。那个教学法是诸佛如来的教学法。 啊，我们有没有得到启示？啊，开经记上说：“愿解如来真实意。真实意是从这里头有所体悟。啊，文字上没有。啊，由这些文字经文音声的启发。 啊，你领悟了悟路的深广，与你自己的清净平等跟慈悲愿力有关系。啊，这段开始很重要哦。学问之道无他，求其放心而已哦。啊，要学传统文化，师长说的真诚心、恭敬心。 亲近心，才可以学进去哦。好，那我们什么时候在提升自己的亲近、平等、慈悲呢？在一切时、一切静缘，立誓练心。 啊，全修在信呐！啊，进修结要说的全性起修，全修都回归到这个心上来。哦，哎，《弟子规》每一句都是修这颗心哦。啊，让心能替父母想，啊，让心不要浮躁，啊，啊，让心。 啊，能够慈悲他人、爱护他人，都是在修这一颗心哦。好，所以领悟啊，跟我们的真心成正比哦。啊，慈悲愿力越宏大啊，越广啊，悟入就越深啊。我们应当想想。 如何来修学，我们这一生才能够到明心见性，到大彻大悟。好，那一定要遵守古大德的方法啊，老老实实去学，就是要一门深入，常识熏修啊，而且、啊。 一定从啊，清净心下功夫，啊，一切行门呢，以静心为要，啊，而且都要有慈悲愿力，啊，我们修学都是先发愿的，啊，众生无边誓愿度，啊，古日这个。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，你看都是发愿啊，然后在一切境缘当中把自私自利放下，啊啊，我们本有的慈悲愿力啊，啊，慢慢就透出来了。好，哦，那今天啊，就跟大家交流到这里。 谢谢大家。